你踏入阿多恩执行官，我是仲裁官阿尔达里斯，是最高议会派我来这里协助你的。你的前任执行官塔萨达被派去烧毁人类星区中被感染的人类星球，以此阻止异虫的扩张。但不幸的是，他违背了命令。 在毁灭异虫的同时，还想保住人类。很显然，塔萨达尔辜负了我们的期望。你不能像他一样。最高议会认为，我们目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强化防御。你必须增援我们位于安提奥克的前哨站，尽全力确保那里不落入异虫之手。 你的老朋友菲尼克斯执政官会在那里等你，他会帮助你完成任务的。正在接收，Lockpile，启动。 在战场上又一次看到你，执行官，立即行动！我渴望战斗，我准备在这里建造光子炮台来进行防御，但没有碳基，这都是空谈。
升级完成，回归晶体矿物图。让我发挥作用。Geos， 等待指示。执行官，我已恢复原状。在艾尔上战斗，乙虫确实是值得一战的对手。